能不能帮我配辆车？给你配辆车？可以啊。你当保姆还要配车，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？不是，主要是我天天买菜要走好多路，很远，天天风里走雨里去的，连个交通工具都没有。那姐，你就给王月配一辆吧。对啊。那好吧，跟我过来吧。王月，你以后就开这辆车吧。配这个车去买菜啊？配这个车你还不满意吗？你还想配什么车呀？不是，你们误会了，我说的是电动车。电动车呀？对呀。要不就开这辆吧。我不开，我买个菜骑电瓶车都方便啊，又不堵车，想停哪停哪，对吧？那要是下雨怎么办？那我会看天气预报呀，我可以提前多买点菜，对吧？备在家里面。哎呀，我有办法的，没事。那我现在就让阿姐去帮你买。那行，那我先去买菜了啊。Later。王月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送车啊。这么快买好了？对啊，你快点来试试。好，来我试一下。好。哎，你这腿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你先来试一下车嘛。不是，来来，我过来看一下严不严重，过来。没事，我已经贴过创可贴了。是不是给我过来送车的时候摔的？我小伤而已，没事的。走，我带你去包扎去。走。哎，不是你摔了，怎么还那么开心啊？你不是你不在家好待着，你过来送什么电瓶车呀你？我想着早点把车给送来嘛，这样你以后买菜也不用那么累了。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才傻呢！王月，啊，刚刚你这么关心我啊？那我关心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对吧？那万一你二姐知道了，不得扣我工资啊？我吹死你！一直到尽头黎明前。